大家好，我是姑阿莫，今天要来讲一个我在猫大图书馆当正咩馆员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又到了每年九月份大一菜 B8 入学的时刻，每到这个时刻就会有一大堆天兵出没，你看吧，马上就一个状况外的，所以我要来教训一下各位，啊不是，是教育一下各位，不要在图书馆里胡搞瞎搞，增加我的工作我会分七七啊。首先我请到霍格花枝分馆的恰北北馆员，哎，我还没说完啊。How could I be so stupid? 好吧，我被无视了，好难受。I checked this out weeks ago, forbidden light reading. This is light. Of course, here it is. Nicholas Flamel is the only known maker of the Sorcerer's Stone. The what? Honestly, don't you two read?The Sorcerer's Stone is a legendary substance with astonishing powers. It'll transform any metal into pure gold and produces the elixir of life, which will make the drinker immortal. Immortal? It means you'll never die. I know what it means! That's what Fluffy's guarding on the third floor. That's what's under the trap door. The Sorcerer's Stone. 好了。你说他怎么讲的跟字幕不一样，英文好嚣张啊，因为我另一个工作就是专门在乱翻译啊。总之我再郑重地重申一次，图书馆严厉禁止以下情事发生，禁止携带大白菜禁止撕书、no、time. 禁止夜闯，禁止生火取暖，禁止骨牌游戏，禁止开演唱会。禁止持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虽然图书馆有的没的规定一大堆，可是瑞凡，图书馆内有丰富的馆藏，有中文书、西文书、期刊、资料库等，还有许多影片可供借阅。校内商图、宗图、传图、答贤馆及总馆都有亲切专业的馆员为你服务，还时不时举办一些活动，有展览、演讲、影片欣赏，请随时注意图书馆网站公告，并爱用正大活动报名系统。另外，一年四季空调给你舒适的睡觉。8K 书环境，还可以上网看电影、讨论报告，最重要的是让你们说了那么多，你还不知道图书馆可以干什么吗？图书馆网站也都可以查到服务内容跟规定窝。图书馆是个充满爱与和平的地方，四年大学生活带给你满满的大温暖，呵呵。